然后刚在床上躺着，然后发现从这个角度看到的天特别好看，然后就去关个灯带你们看。等我一下。然后这是我躺着看的角度，对。然后拿起来的话就是这样啊，那里还有颗，哎，那还有颗星星。然后往这边看的话，对，哇，又有颗星星。最近天真的好晴啊，对，好好看哦。好，然后其实现在天气暖和了，然后有时候在上面这个点儿的时候，然后就会跑到那个天台上去看落日。那边也好好看，对。然后不知道大家那边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对，可以拍给我看哦。